起，你也都没有变，老起来放哦。Hello everyone， 哦，雨晴，Hi girls， Oh it's so great to be back， 常去在 LA， 对台湾的 food 都有一种 miss 的感觉。你是一毕业就出国啊？Just one month， 你们看，我男友带我去巴黎香榭大道的 Maxi Bourgogne 东黑托摩奥西的饭店。太好了吧！恭喜我！我男友后天也要带我去 England， schedule 都排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波波不是常常打卡吗？一下杜拜，一下法国的，但他其实啊根本就没有花钱哎。哦，你说什么？我也要听。就是那个波波啊，他都用亚洲万里通里数免费换。难怪我上礼拜遇到他，他抢着帮我刷卡哎，而且他从以前就很爱炫耀好吗？每天绑什么双马尾来上课，炫耀自己头发多哦。怎样？绑双马尾不行啊？我看是你脸太大，不敢绑嘛。哼！你们知道隔壁班那个小蔡最后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有一天他就被端走了。你谁啊？我是那个爆炸头雨婷啊。傻瓜，你这么美，我如何克制我自己的双眼？好艳啊你！我现在是一名社会观察家与文史工作者。你昨天不是跟我说你还没有工作？我不许你胡说。等一下，大家统一把零钱交给我啊！刷我的，刷我的，刷我的，刷我的啦！刷我的，宋仲基耶，欧巴，刷我的联名卡吧，再差500里我就可以去法国了。